兄弟们，这个来口了啊！小报应七闷六直，小摇摆七，看看看看看看，看看下口闷的，像样。来打打来，坐着来再顶的啊，应该是个小草鱼儿。来不，应该不能太大。瞅着摇杆也没啥劲儿，摇着也劲儿也不那么太大。哎呀，今天无疑了啊！开始大家有时间放假的可以旅游钓鱼了啊！这熊河太美了。现在我们坐钓位置是熊河水库的老庄桃园，看看这景，太漂亮了。镜头再转过来吧，看没少上鱼吧。但这条鱼不能大了啊，应该是个正常，应该是个小草鱼啥的。哎，来了，来杆那边的，杆上那边，还行，能有个十五斤啊，嘿嘿，小草鱼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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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跑的快劲儿。拽上来了啊，来吧来吧小草鱼，哎，我有四斤多重。